We'll be right back.
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帮您避开投资陷阱，制胜关键。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鼎业投顾02-8511-3366。全球财经台的各位观众啊，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黄明章啊。最近诈骗案件呢，尤其假投资诈骗案件非常的多哦。他们透过我们社群平台里面的一些名嘴，包括像谢金河啦或者邱庆怡啦或者是阿托比亚等等这个头像，然后说分析可以投资哪一些金融股票或期货可以稳赚不赔，然后要求你加入 LINE 加入 LINE 的群组里面。那但是 LINE 群组里面这个成员大概都是他们的人暗装在里面就怂恿我们要去投资啦。那我要呼吁我们各位观众啊，特别要注意，那这些都标榜着稳赚不赔、高获利没有风险的部分，这个都是假的一个投资，就是要你投资然后进而怂恿你慢慢加码，甚至到最后让你去抵押贷款来倾家荡产来投资那我在这里呼吁大家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的高报酬低风险这个可能都是骗术一定要小心求证。那如果有问题，你就打165专线警政署反诈骗165专线就对了。
疼。